Hello, girl， 又见面啦！哎呀，我去，看到我比较的兴奋啊！我也是刚刚送我们家小何去上学，买了一点早餐，正准备回家呢，然后就发现了大黄又在马路对面看见我了，根本也不好意思不停留下脚步，对吧？最近关照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！听说你昨个把一个小美女都忽悠的团团转啊！人家还亲自给你买火腿肠吃啊，还剥给你吃，哎哎，真的是太有面了啊！要不要搞点狗粮，大华啊？你不会吃了人家美女的火腿肠，对我的狗粮就不感兴趣了吧？哎呦，还是挺感兴趣的啊，是吧？哥们，车站今天只有这种狗粮啊。看看看看看，还挑啊挑的，哎，还挑啊挑的嘞，哎，你现在有好的了，你就在这挑了，你这小样啊，那狗粮他也不吃了，我去，这吃惯好的了啊，真的是吃惯好的了，根本这狗粮他都看不上了啊。其实他现在肚子不饿啊，看他这肚子，哎，我去，真的是膘肥体壮的，这哪像流浪狗啊，流浪狗哪个像他养的那么肥啊，肥肥壮壮的。身上还那么干净，不吃我就收走了啊！不感兴趣，你不吃就算了啊！还挑食就代表你肚子不饿，知道吧？那就下次吧，好吧？哥们先走了啊，哥们要回家吃早餐了，拜了个拜。